南投信义乡东湖国小顶礼拜被验出有两位幼儿园的学童来确诊，停课一礼拜了后虽然复课，但是予家长真烦恼，因此东湖国小的家长会特别聚会，买了200个快速体检剂，由家长陪同幼儿进行全面的体检。虽然不敢合同，因为快筛无爽快来哭出声，家长也是真坚持。为着幼稚园的师生身体健康，家长会在恢复上课的头一天，自费买来快筛试剂，在卫生所护理师的协助下，来进行相关师生的检验。为什么哭哭？头痛，很痛啊！今天都有哭哭，你为什么要哭哭？不会痛，会不会痛？不会痛。对，你刚刚有没有哭哭？有，为什么？痛。因为我们上次然后我们同盟国小有小孩子确诊，然后我们每个家长都很担心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在复课之前，我们有这些疑虑，然后我们决定说啊，有家长会来自费，然后让全校我们来做快筛，然后也保证学生的健康，然后也让我们家长可以放心。信义乡东湖国小顶礼拜被检测有两位幼稚园的学童中标确诊，停课一礼拜后在今日恢复上课。为了让家长会当放心，校方配合家长会要求，进入校园上课之前，先来进行快筛检验工作。这样是对小朋友都就是对小朋友很好，就是对了。对，因为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在隔离完，然后又家长会又自费，让小朋友跟家长就是都没有疑虑，这样子很好。对，哦、我们讲说过来给他快筛比较安全了，比较知道他有没有这样子，给小孩子对比较安心。对，今天我们幼儿园要回校复课，我们家长很担心，所以我们有卫生所来做我们幼儿园的快筛的一些检查。至于国小部的家长会呢，提供了200剂的快筛剂，今天就有本校的校护或是老师们共同来为小朋友来做快筛的服务，顺便也做学校做快筛活动的 SOP。 我们希望能够安定家长的心，不要让家长惶恐。信义乡在这波疫情下，身为中标确诊比例偏高的乡镇，未少是被外来游客所传染，搁再传予家中的幼儿，加上不满五岁幼儿无法度注意防射，因此东湖国小家长只好透过再一次快筛检验来做进一步的安全确诊。记者金山差不多。